光纤干净不干净，主要是看这个端面，这个头部的端面。这个端面呢，肉眼是看不到的，必须用显微镜来看，用这个手持显微镜插入，然后对，这就是洁净的，这就是很洁净。那如果说脏的话是什么样呢？比如说我用手碰一下，手指头碰一下这个端面，入着了吧，碰一下以后就把它弄脏了。我们再显微镜下再看一下，对，看那种划痕，看这种划痕，这就是污染了的光纤。这种光纤是不能插入仪器的，这种光纤如果一旦插入仪器，这个仪器就烧了，这种光纤也就烧了。然后光纤的这个不同的光纤呢，只能插入对应的这个仪器。如果这个仪器上面贴的标签是只支持大于600微米的光纤，那么只能插入600微米的光纤或者800微米的光纤。如果仪器上面贴的是支持大于等于400微米的光纤，那就可以插入400微米的光纤和600微米的光纤或800微米的光纤。那么光纤的这个心镜是怎么识别的呢？因为光纤很细，肉眼是看不出来的，我们就要看光纤上面的标签。我们上面的标签，这就是光纤的型号，就能看到 SMA905 600微米、3米。如果是600微米的，它就是600微米的；如果写的是400微米的，它就是400微米的；如果写的800微米的，它就是800微米的。暂停一下。专用光纤，我们总公司尽量使用我们公司的专用光纤。我们公司的光纤的特点就是蓝色护套，那么我们这儿都是蓝色的手柄，蓝色的护套，这是一整套的。如果用别家的光纤呢，一定要确认，在显微镜上确认心镜是否匹配仪器，确认使用大于600微米的是安全的。如果仪器不支持大于400微米，插入400微米的光纤，那就烧坏了仪器，也烧坏了光纤了。好，还有一种光纤呢，它的心镜是200微米的，200微米呢，必须仪器上必须是支持200微米，这个上面是200微米，假如说是支持200微米的仪器才可以插入200微米的，其他的仪器都不能插入200微米的光纤，一旦插入就有可能烧坏仪器了。